好，基本上已经到了。这边有一段那个篱笆。刚才滑了一点，还要脚撑住，这篱笆是湿的。那边就是那边泥巴，对，不要踩泥巴就好了。好，对，从这边上去。太累了，是不是？哦，真的要休息一下。这段好累，这段是爬坡段。走着很漂亮吗？对，那边就是朝境公园，有没有朝境公园？然后上面那个是101高地，然后那个有一根一根的那个就是飞天扫帚，一个景点。哦，